下面这首曲子叫做《水墨兰亭》，是我个人最最喜欢的一首我的音乐，它出自我的一张专辑叫做《和雅音》。说到这首曲子呢，我想聊一两句我对音乐的看法，就是说呢，其实我写音乐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，无论从技术和各方面没有标准，但是我有一个我认为比较朴素的标准，就是听起来要舒服。所以说下面这首《水墨兰亭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听着舒服，谢谢。